四隻色的 Model Y， 就紅色、白色、藍色、灰色，仲爭黑色。咁黑色車咧真係好難 keep 嘅。咁我個人認為啊，即係黑色車咧就你又易捽花啦，即係如果睇過小弟嘅片就知道啦。又我抹車都會花啦，就算我做 coating 都係好易花。咁我點 keep 咧？你見過好多次，我都係介紹俾你大家。如果純黑色車，最好都係做 PPF。咁你想睇多啲有關點樣 keep 黑色車嘅話咧，可以睇翻我哋之前 YouTube， 我喺 description 嗰度有打落去嘅，有一條 link 喺度嘅。咁我都收到一個小道消息，點解我會無啦啦淨係講黑色呢？因為 Tesla 咧應該就會將呢個黑色嘅呢個顏色嘅選擇咧，就係變做一個標準版，即係話唔使加錢嘅，咁即係取代咗白色，大家 swap 咗。咁黑色咧，大家如果唔加錢嘅話咧，將會所有車主咧都係買到黑色嘅 Tesla 噶啦。咁既然我話咁易花又難打理嘅話咧，可能大家真係要慎重考慮一下，關於係咪俾錢換下其他顏色嘅車咧？